妹主内平安。我们再把圣经打到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旧约里不存在挽回祭，只有新约里存在挽回祭。为什么叫挽回呢？旧约里有燔祭、素祭、平安祭，是不是啊？赎罪祭、赎愆祭，赎愆祭里包括举祭、摇祭。旧约里有这几种祭，但从来没有挽回祭。为什么旧约里没有挽回祭呢？新约里就出现挽回祭，因为耶稣是挽回者。挽回代表什么？从前没解决了的事情，今天把它挽回来，是不是啊？所以只有新约出现挽回祭，因为希伯来书提到挽回祭，罗马书提到挽回祭，所以耶稣来是挽回的，把这个局面挽回过来，把全人类因在亚当里堕落了这个罪把它挽回过来，所以这个祭物不能除罪，耶稣才来挽回的。旧约的燔祭和赎罪祭、举祭和摇祭、赎罪祭都不能除掉人的罪，耶稣来才把这件事挽回过来。神用祭牲借着以色列民献祭，是不是啊？叫人看见祭牲的血断不能除罪，只有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羔羊把人的罪除了，所以他设立这个挽回祭，只有在新约里出现。所以他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借着耶稣血为你流的，你信不信？信。你信了，这个约就立成了，这就是立约的血。如果你信了，耶稣这个血是为你流出的，是洗净了你的罪，就成功了。若没洗净了，没成功，对不对？对。洗净了才成功了。所以往下看，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就先前时代人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谁的义？他的义。他的义，不是显明人的义。不是你做点好事来换取上帝的救赎，要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叫你知道神是义者，也叫你知道凡信耶稣基督的都称为义。好，再往下看，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你还有可夸的吗？没有。因为是神白给你的，你有什么可夸的呢？哪里能夸口呢？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不是，否定了，把立功之法给否定了，乃是用信主之法，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有两个法，你用哪个法？信主法。一个是立功之法，还有一个是信主之法，这两个法你用对了就成立了，这约就跟神，这个约就跟你立好。你若没用对，就怪，是不是啊？所以这里边说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否定了，乃用信主之法。所以这个法是神设立的法，什么法呢？不是立功之法。立功是什么意思？就是犯了罪，我立在功赎罪，将功补过，将功补过，这叫什么？立功之法。但神家需不需要立功之法？不需要。不需要立功之法，用什么法？信主之法。信主之法。这法你要用错了也不会，两种法，一种法是人要立功，一种法是信主之法，这两个法你选一个。信主之法，你要选对了，你跟神立约，你跟约就立成；
你要想错了，你要用立功之法，约没立成。为什么耶稣不来？有人说，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的，愿人人都悔改。真正用信主之法的是悔改，用立功之法的是没有悔改。现在都口称信耶稣，用立功之法的多的是。这里面已经否定了，不是用立功之法，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不在乎什么？行为律法，不在乎遵行律法。立功之法就是遵行律法，所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我可以在圣经里找很多的不在乎。神说不在乎什么？遵行律法。不在乎遵行律法，在不在乎？什么叫不在乎呢？一个年轻的小女孩跟一个年轻的小伙，他俩处上对象，他俩处上对象，但是这个年轻的这个女孩脸上长一个猪皮，这地方长一块猪皮，长得要很漂亮，就这地方长的猪皮，在猪皮上长的猪毛，长毛长这么长，跟猪毛一模一样。他就天天照着镜子看着这个猪毛，我这脸上长一块猪毛，长一块猪皮。那年轻小伙说，你长猪皮我也不在乎，我爱你，我就不在乎你脸上有猪皮。过几天那个小姑娘又开始说了，我这脸上长这块真难看。小伙说，我不是告诉你我不在乎，什么叫不在乎？不在乎遵行律法，谁说的？神说的。你看第二十八节是不是说不在乎？不在乎遵行律法，二十八节找到。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守律法，遵行律法，不在乎遵行。是不是这么说的？是的。谁说的吗？神说的。是王约翰吗？神说的。还是神说的？神说的。如果是神说的，那不是王约翰的话，对不对？王爱浩不过是上帝借着他的口再发出来的声音，不是他说的吧？这句话是上帝在圣经说，那是进口预言的。太监给皇帝传圣旨的时候，是传皇帝的原话，还是他把这圣旨在路途中间就改了改？要传原话啊！皇帝说话，如果有人改，那就是灭门九族。你信不信？信。皇帝就是金口玉言，他说出的话谁也不能给他改，对不对？对。你看历史里面，你看那影片里头演出的皇帝，他要说出的话谁要给更改的，那这一家就完了。太监和宗族的皇帝写完了这个诏约了，是不是？皇帝写完这个圣旨了，太监就念的时候把圣旨唰一展开，奉天承运，皇帝诏约。圣旨者，太监没有资格再改皇帝的圣旨。太监本身就是宣读者，那么今天我传道人他本身就是宣读者，就告诉圣经就这么说的，对不对？对。那么宗徒没有资格更改，谁更改那就等于死，死路一条，是不是？是的。找死。今天我们是不是传圣旨？是。是不是？看诗篇第二篇，是不是传圣旨？儿子是传圣旨，世上用太监传，在神家里不用太监传，太监传的不准。第七节，第七节，耶稣基督今天来是传圣旨，我们今天在世上都是在传圣旨。圣是什么？你看凡带圣的都是至高无上的，地上的圣上就是至高无上，在地上是至高无上，那么天上的圣上
天上的皇帝，天上的上帝就是至高无上的，他所说的话，下人下面的人没有资格去更改，谁更改？上帝更改他的命，对不对？把他的命写在土里，因为神说的话就是不能更改，他就比金口玉言，比皇帝的话还要一言九鼎，还要宝贵，还要值钱，对不对？对。我们看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说：“我要传圣旨。”传神的话是不传圣旨？是。我自己改一改行不行？不行。不行。是不是啊？那太监中途就把上帝的话给改了，上帝就改他的命。你今天呼召我们，今天是儿子传，我们是儿子，是上帝的儿子传圣旨，对不对？对。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小子们，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就像皇帝警戒你，你都不能弃绝，是不是？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听听这话呀，这话说你弃绝在地上警戒，尚且不能够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对不对？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我再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但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你听听，你听，神对那些不信的人是烈火，对信的人那就是和风细雨的。所以我们对他的话不能忽略，不能轻忽，这是他说的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的，他该怎么的他说的话，我们中途不能给更改。我认为，我觉得，我感觉，我的逻辑，我的思维，这不要我的。就像一个好厨师做好的菜的时候，那个传菜者，你没有资格在中间再加点调料，对不对？你传菜者只能端盘子，是不是？把盘子菜端上去的，这是你传菜者的应当做的事情，其他的不用做，你把中间再撒点盐，再撒点这个，再撒点那个，完了，菜被你撒来撒去不能吃了，听没听明白？明白。我们是传话者。传圣旨，你是不是儿子？是神的儿子，传圣旨，传圣旨者就得按照主的圣旨来传。所以今天我不能给更改，你更改就坏。我在安徽有一个点，有一个老师说一句话，但是录像就录上，我到时候给上传，到时候你可以看。那简直是个榆木疙瘩了，他就压根没明白经文。原来我去那经常到那个聚会里，到那聚会点，他们接待我去讲道。这一次呢，他们好像他就在那地方就定点，在那地方定点讲道，定点，你讲正道也行，讲的全部是正道，歪理邪说，全自己的家庭的话。没有圣经依据的话，到时候可以上传，可以看。
爱你就知道。你像这些人，他们压根就没有上帝的呼召，没有圣灵的引导，他们凭着什么？我认为，我觉得一口一个但是，但是是否定的意思。耶稣在正常讲话中间从来不说但是，除非两件事他说但是。像是说马大在外面忙碌，只是玛利亚选择了上楼，但是玛利亚选择的就用一个但是，但是两个人说但是，一件事从来没有说但是的，有吗？你在圣经里找耶稣说你我是神所差来的，但是没有这话，没有这样的但是。所以基督徒要注意的但是往哪用，轻易的不用但是这话，但是是否定对前话的否定。比如说我们是人，但是什么好，我们是人，但是也可能是猴子，也可能是狗，也可能是猫，也可能是驴，是不是？这但是就不一定了，对不对？我们是人，没有但是，但是是否定的意思，但是是对前面的否定，是但是用造句，咱们小时候学造句的时候学过这，是但是，是不是用是和但是造一个句，你怎么造？你不用但是，你说是后面不能用但是，我们是人就是人，那么还来个但是呢？啊，在他并没有是而又非的，但是是非，是是是，但是是非，对不对？不信你试试看，你用这句话你说你怎么说说不了。我们是人，但是是转了，这叫转折，是不是？我们是人，但是远古进化来，你来试试看。这么一说就能说到这上，就把人给否定了，是猿猴，是不是？是猿人。我们是北京周口店的猿人，还是云南的猿猴人？都不是。那些人，他们自己研究出来说人是猿猴进化来，错不错？错了，他已经否定了创造论，他肯定他们的进化论。我们不相信进化论，所以他说我们是人，但是是人可以这么说，但在基督徒里不可以这么说。但是轻易的你在讲真理的时候不可以用但是这两个讲的这边，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完了，是不是啊？我今天散了会之后一个人发一个金元宝，但是我一说但是是否定，是不是？但是下面什么？我没有，我没有金元宝给你发什么？完了，是不是？发不成了。那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多说就是加上但是了，就出于恶者，是不是？传圣旨者是给天上的上帝传圣旨，千万不能轻易的用但是这俩字，对不对？那么现在请，那么违背了地上警戒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呢从天上来拯救我们、好，再回头再看，再说罗马书第三章第28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罪行律法。神把这话告诉不在乎，是神说的，不是人说的。他告诉你不在乎罪行律法，不在乎就是神不在意了，不在意做不遵行律法。人称义在乎信，不在乎罪行律法。听没听明白？神在乎什么，你就在乎什么，你就是神的儿女。神在乎的你不在乎，你不是神的儿女。神不在乎的你在乎的也不是神的儿女。只有神在乎的你才在乎，这就是神的儿女。听没听明白？你信神的话，神的话就是一出来就是绝对的。他
他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电光，是愚人可以听到。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金的，如同在泥炉中炼过多少次，七次，七代表完全的数字，不需要人加添，不需要人减少。神的话语就是这样，谁要是肯定了神的话语，神就肯定你；谁要否定神的话语，神就否定了你。好，往下看，不在乎谁兄弟吧。二十九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唯一，必须借着信。你受割礼的人，你也必须借着信。受割礼的代表犹太人，是不是？如果他们受了割礼，他们不信耶稣，能不能进天国？不能，不能进天国。所以神既是一位，就要称那受割礼的人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人都得在信上建立，是不是？你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你只要丢了信，你就丢了命，对不对？对。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你受割礼是不受割礼，只要你把信丢掉了，就等于把命丢掉，是不是？是。犹太人外邦人最后都得建立在信上，不建立在信上也没有用，是不是啊？是。所以信耶稣基督，信就能做，信不信？信。我今天做的再好，我今天我律法守的再全，但我不信耶稣能不能进天国？不难。因为神的义不在律法里，那乃在律法以外。我不信耶稣基督，我就守的再全，我外面装的再好，不过是第二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守不守律法？守。装的好不好？好。装的完不完全？在人前装的可像了。但上帝不承认他，没有用，是不是？是。将来我谁来检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甲方就是上帝。我们都像一场戏的，演好演坏，最后上帝来检验。演的合格就得奖赏，演的不合格什么也得不着，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一场戏？是不是一台戏呀？演给世人和天使看。今天我们就是在演戏，你以为不是演戏吗？你看看那电视剧，有一些演的太孬了，你都感觉到，哎呦，这个电视剧叫什么演的这个样，我演也比他们演强。你都这么想，那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是。是啊，咱们演的是天上的戏，演的是属灵的戏，给世人和天使看，天使也在查考这件事儿。彼得前书是不是这么说的？天使也详细查考这件事儿。魔鬼看不看？看。世人看不看？看。所以我们是在前面演戏的这一回，千万千万你得听着总导演。总导演是天父，主演是耶稣，是不是？副主演是我们，剩下是群魔乱舞的魔鬼、撒旦魔鬼那些反面人，是不是？魔鬼和领着他们假先知、假基督和他领先的那些个差役都是反面人，我们是正面人，我们和耶稣基督是正面人。撒旦带领他那些使者是反面人，还有那些个传假道的假基督、假先知、假弟兄、假使徒，他们都是反面人，我们是正面人。听没听明白？也就是说他们是坏蛋呢，我们是好的。不是，我们不是好的，我们是好人的，好不好？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这场戏必须是听总导演的导，他给我们导这场戏一定会导得很漂亮，导得很美。我们演的时候随着导演的意思，那么演的一定会好的。你自己悟出一条路，你自己演，你自己看有没有用。没有用的。所以今天谁演得好，这就说明谁真正的顺从了导演的意思，对不对啊？对。
谁一演就哦，这就说明他自己不听导演的，自己导主演，各自占山地王，各自占山地王，都自己有一套东西，那套东西不回归圣经，早晚有一天上帝给你拿下，是不是啊？是，对不对？拿下，凡不是我天父栽种的，都不要什么，拔出，对不对？对，我们不回归圣经，就等于不是我天父栽种，不是我天父栽种，必要被拔出。一定连根拔除的，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一定要郑重，越发郑重的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着这个时代潮流就失去了。因为这旧恩起初给他们传的，又给我们传，我们今天也听信了这个福音，并且在这个福音的真道上站立稳，站立得住，把我的根基扎在基督的话语上，不要扎在人的话语上，是不是啊？我这一次来想讲一个课题，就是神的话、人的话和鬼的话的区别，但今天我影响还是给你们讲信，因为这信仰是最关键的。人离开信就什么也不要谈了，基督徒今天离开信就什么也不要谈了，你都在信上都已经离开了，但上帝指示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是不是啊？是，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先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的，是不是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他是不用看见，我就相信神，你能不能看见？看不见，你信不信？信。我们跟世人区别就区别在这个地方，世人总要拜个能看见的偶像，有限的人手造的，但我们所拜的是看不见摸不着属灵的，在天上的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不是啊？是。我们拜那一位充满万有者的全能、全智、全爱的神。世人拜个有限人所造的，真神是造人的，假神是人造的。他拜个人造的，他非要眼能见，神不是眼能见，对不对？对。他是充满万有的，你想用有限的眼睛看无限的神，那是傻瓜一个。只有用无限的信心去信无限的神，那才真正的聪明，对不对？对。咱们神是无限的，用无限的信心，神能住进你的心里头，证明你的心是无限的。神不能显现在你的肉眼中间，因为你的肉眼是有限的。有没有限？有。一里路你看的就费劲了，是不是？是。一里路远，五百里远你看的费劲了，是不是？是。何况再远的，神是无限大的，你用有限的眼看无限的神。如果你能用有限的眼睛看到无限的神，神就比你的眼睛还小，但神是充满万有者的，比你的眼睛要大多了，比地球要大多了，比宇宙要大多了。我小时候九岁的时候，神就感动我，没事我在家里想，宇宙外面是什么，外面的外面是什么，在外面外面是什么，在外面外面是什么，没事我就在那边回想，就想宇宙到底多大，有多少星星，那星星以外是什么，在外面是什么，在外面就没事坐在那地方就想。回家我就跟我妈说，妈有神呐、啊。我妈说神在哪里，我们家住在这就一个山沟里，比这山还大，前面招村的，后面招店，是吧？前面那村，后面那边，就我们家一家人住。我回家了，九岁的孩子跟我妈喊出来有神。我妈说神在哪，我说妈你看看那小动物都长眼睛，他那眼睛都在活动，是什么支配叫他活动的？是什么力量使他在这地上活动的？看那些动物，我就相信有神。我就最后信耶稣，我才发现罗马书有这句话。罗马书怎么说的？神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不是？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咱们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神的存在。那时候九岁我就开始存在，九岁就开始看异象，看了很多的异象，嘴里说出很多的语言。那个时候就开始说，还不信耶稣呢，就开始说。包括我今天的教会，都是神在差遣我打发我来。我去考剧团的时候，也是神把我打发去。一考那个，他说你上选择多人，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就一个上选择多人考上剧团就完事。考上剧团了之后，就叫我信耶稣。信耶稣，我不敢确定是不是我小的时候信的神。我小的时候信的神是什么？
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充满万有的，就是这个人。但最后有人告诉你，就信耶稣，耶稣是人，不是神，神是灵，不是物质的。那时候就跟他讲，后来我的脚被一个绳子捆上，啪的一，我说叫不叫犯罪我不知道，我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他是灵，不是物质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呢，我就这么说。最后他给我一本圣经，我看看着他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我一看是创造天地的神，我就往下看，看到哪个地方我突然大吃一惊，就看你耶稣说动刀者必死于刀下，我就看到这个，我说这不是神，不是人的话，这一定是神的话，动刀者必死于刀下。我再看耶稣基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着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上帝却给他这样的装饰，是不是？上帝却养活他。你们看着野地里百花也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起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衣裳呢。我说这不是人写的话，这是神写的话。后来他们我弹吉他在家里没事弹琴唱歌，他把我拉到教会里来，一进教会的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你教我们唱歌吧，后面有人推着，前面有人拽着，把我带到教会里，我就教他们唱歌。我唱的第一教他们唱第一首歌，那个他们那歌我一个也不会，我的第一首歌，但是我会是我就看他那谱，我就开始就唱亲爱的主耶稣，你们可的可爱，在你身上满了馨香，乃儿千万的无量。这歌会唱学没学过？没学过。没学过，我就教的第一首。哎，我说这歌怎么这么好听呢？真的好听。其实我在剧团里我唱男高音的，我一听这歌真好听，这歌怎么就感觉到就比世上的歌都好听，我边弹吉他边唱，这下坏了。他们是晚上聚会，白天不聚会，就晚上聚。星期周好像是周三、周五、周日晚上聚会。哎，我就着急。我那时候正在剧团里头，完了之后停薪留职，下来就干旅游金创，就干这个创。我就会干这个东西。那天我就告诉我，给我干活了，我把他们教会了，我就说。干，我这几天我得看看圣经，我自己把自己关在那屋里看圣经。他说你有，我说我把料都给你进齐了，你就干就行了，工程我都给你拉好，你到那里干就行。我在家里干，我在家里一个月看圣经，我就看看这圣经到底是不是神的话。那时候那渴慕的心就想明白圣经，但有的话也看不清楚。完了之后从灰南来讲到灰南来讲到讲阴性成义，前面讲是，后面讲但是，我们是阴性成义，但是他就讲这套，把我气得我就每一次听，因为我的心里饥渴就想明白圣经，但他每一次前面讲后面好我就不爱听。后来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不要奶奶干妈奶奶我糊弄小孩子了，我来了一次就讲这个，来了一次就讲这个，讲完了，你前面讲后面翻，后面推，前面讲是，后面讲非。当时我就生气了，跟他干了。我为什么跟他干？心里太饥渴。后来我就自己看圣经，我说一定要看明白。最后呢，我就想看看这圣经的这个神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听的，我想试验一下。我去懒活去了，我就来李克勤，我上工地骑个摩托车，上张亚民那工地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张哥把那活给我呗。他说给你，我的大舅亲大舅还在这等着呢，都等一个星期了，在这地方就等要的活呢。他正好干农贸大厅的活，农贸大厅的活那个价值30多万，李克勤创的30多万。后来我就说你给我吧，他说你先回去吧，你把电话号码留给我，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他，
回家了，我上我家的小屋。我记得马太福音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进到内室，关上你的门，祷告你在安德的父，你父在安德查看，必然报答你。我就记住这句话，回去了。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进新门呢，我回去了，把我家的小屋开，进到屋里头，两层门关上了之后，我就跪在我们东北有小炕，有大炕有小炕，我跪在那小屋里的小炕，跪在那石榴，跪在那个地方，跪在那炕上。我祷告，我说耶稣啊，你要是我小弟叔信的神，把张亚民这活给我吧。我就证明从此以后我就侍奉你。就这句话，祷告完了也不知道现在奉耶稣的名，就下来，下来就等着吧，等一天，等两天，等三天，等到七天的时候，唰，他给我来电话，张亚民说过来吧。我说给我，活给我。他说：“你骑摩托车过来，我跟你商量商量。”我骑着摩托车上工地去了。完了之后，他说：“这活给你吧。”我说：“你大舅不在这等，我不爱跟亲属办事儿。你看他这活，明明他亲大舅子，他不给他，他把活给我，这是不是出于神？是出于神，是出于神。神不是叫我在地上就干买卖，而是神要借着这件事证明他是我小的时候信的神。因为我当时问他，就说：‘你若是我小的时候信的神。’”你把这活给我，从此以后我就侍奉你，我就这么祷告的，他就这么给成就了。后来和研究研究价格就定下，就签上合同，签上合同我就开始，给他干这个旅行，越干越行，这神是真的。那个时候看见什么都往神那想，看着世上的事儿，所有事儿拉一车猪往那拉，我就想起来，你说这世人不跟那猪一样吗？一车一车往宰杀之地拉的。他们不知道，看什么都往神那想。那时候圣灵在里面给我充满了喜乐，我就上外野外，到晚上到外面仰望着天星空，心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高兴。哎呦，我说我这么小，神那么大，把我拣选了。那时候要干那个三中的活，要干那个好几个活。后来上帝又告诉你，你不都答应我们侍奉我，怎么还干？放下你手上的。我以为这就是一句话呢，我进到屋里了，他要跟我说，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刮风中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刮风中来偷。我那几天呢，贼总上我家去偷，偷一个金头，干两个金剩下的头在那偷，偷走了8000多块钱的。我那时候净干工程，后来我就说怎么总在我家偷呢？最后有个意念出来，他说你要把张亚民的活给我，我就闭嘴，从此以后就释放。你想起这句话，我放下活了，那不干活了，那我的老婆孩子也养了。那时候我就没办法，当我又想起他的话，是我自己说的。我最后就咬牙的就放下了。那时候他们都干了不进，我开始上外面传福音，骑着摩托车就开始挨家挨户的传。什么时候传？就是30那天除夕夜，除夕夜都在家里，人都回来，远道都回来，我就挨家敲门传。白天传，晚上也传。那狗那嘴这么粗，从那门洞里唰就出来了，吓一跳。但那时候也不知道，就是到处在传。骑着摩托车在传，摩托车被那个宗教局扣去，我的圣经也被他扣去了，福音单也被扣去了，但我还传。宗教局的人在街上看着我，你不是不让你传吗？摩托车都给你扣了，你怎么还传？我说你来信耶稣吧，你不让我传，不好使用圣经让我传。后来他们再见到我就不管了，甚至有的人说我还好分了。不务正业了，你看在剧团里干李克勤，干李克勤干得好好的，怎么干李克勤？怎么又奉献了？怎么又去开始传什么耶稣了呢？就把我当疯子当傻子，在我那邻舍都说王一浩啊，完了，王一浩不正常，精神都不正常了。他们这么说我不在意，因为我想起耶稣说的话。耶稣说，当人以我的名仇恨你们、侮辱你们、抵制你们，甚至说你们是邪恶时，你就有福了。当那人。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是不是啊？是。我就想起这话，所以我不在乎谁怎么污蔑我。今天传道不是我自己要传的，是神叫我放下手上的工作，
道，所以这一道必须得传遍到地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主的末期才能来到，对不对呀？对。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近了，今天看着整个的这个时代的整个局势的变化，就知道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今天这群人是已经是把这个不是单单看破红尘，而是把整个这个世界已经看透了。你在世界上抓多少年也没有用，如果你自己连生命都没有，你把世界赚到手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是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有许多人为了抓世界都不来听道，就去感觉这道听道好像是对他抓世界有一种损失。你不要忘记，赐福的在乎耶和华，收取的也在乎，对不对？对，赐福也是他，收取也是他。你今天不能把上帝扔在一边去，你今天就抓时间，神不赐福你使劲抓，是不是？他一口一吹一口气，你全都没有。对，你别自己的靠自己的血肉往逼，好不好？好。好，回到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晓得吗？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万有是他造的，又是他托住的，对不对？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洗没洗净？洗净。说洗净人的罪，这个时候你生没生出来？没有。跟你生出来没关系，跟你犯罪没有关系。现在却要确信他洗净了人的罪，洗没洗净？洗净。有没有你？有你。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左右。这句话就告诉你洗净了。现在你要信洗净了，就洗净了。信相信耶稣的血洗净了我的罪，他洗净了我的罪，好不好？好。你这么信就得了，净没净就看你信没信。你信是得着就得着，上帝按照你的信给你成就，就照你的信给你成就。你信没信最关键的就是你对主的话，他说的话有没有回应，有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同。他说洗净了，那就洗净了，那是经过预言的。他不管你生出来没生出来都洗净了，他跟你生出来做出善恶没关系。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你别拿你生出来肉体所做出来的事情好事坏事来衡量我洗净了没洗净了，好不好？你的信仰不能建立在我的肉体，今天我的肉体到底有没有过犯，不能建立在这上，不能建立在做出来的善恶。现在洗净没洗净和你做出来的善恶没关系。第十节找到吗？第九章第十节，第十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能进去天国，这就是天父旨意。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有一个不在乎的啊，刚才说不在乎遵行律法，这个时候不在乎什么？行为。看好了吗？你告诉我，雅各和以扫他俩谁行为好？告诉我，你能不能来告诉我，你看没看过旧约？以扫和雅各。看过。看过了。他俩谁行为好？以扫。以扫的名字是有毛的意思。他的名字翻译是有毛的意思，全身都长毛，赶上毛孩子，全身长着长毛，长得棒实，长得壮，高大，是不是？臂膀特别有力量，拉弓射箭那种，是不是？在旷野经常打猎那种，你说有没有劲儿？有没有力量？特别有力量。以扫生下那天就被雅各抓的，抓臭脚跟。雅各这个名是抓的意思，以扫是有毛的意思。他俩生下的时候呢，以扫喜欢在旷野里打猎，
供养的家，所以这家的人靠着以扫在外面打猎，是不是啊？那么雅各呢，他是什么？游手好闲的。以扫很壮，雅各很油头粉面，就在家里也不出门，哪也不去，像个小女孩子坐在家里没事就是不是享受家里的恩典。但以扫喜爱以扫，利百家喜爱雅各，对不对？对。那么你看看哪个殷勤？扫。要是你找对象是找以扫还是找雅各？那以扫男子汉气味特别浓啊，你找哪个？有力量的还找那没力量的？你肯定找一个以扫，是不是？要叫你选对象，你肯定选以扫，你不会选雅各的，因为想雅各没力量。但雅各没力量，他注重长子的名分，以扫不注重长子。那么这一天，有一天，以扫在外面累昏了，天天跑在那山里跟野兽俩赛跑，是不是？打猎撵的那野兽跑，你说累不累？累回来就都晕了，雅各就熬一碗红豆汤，馋他，是不是？故意的。为什么呢？雅各知道了，我哥今天回来肯定是累晕了，连累带饿就晕了。还有几张饼，还有一碗红豆汤，就这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那个给他换了。雅各早就有计划好了的，回来的时候姨嫂正好不。饿昏了，不行了，他是故意弄那红豆汤的馋他。最后呢，姨嫂先说话：“雅各，把红豆汤给哥吃呗，给哥喝呗。”雅各说：“那不行，我自己熬的红豆汤，凭什么给你喝呢？但有条件，你要也可以。从此以后，咱俩换一下，我做哥哥，你做弟弟；我做长子，你做次子。”你看这件事出不出一身呢、啊、在家里头不出去，在外面靠立功的这个雅各要把长子名分先拿到手，长子名分要拿到手代表什么？这家里头所有的产业都成为长子，对不 对？所以他把长子名分先骗了，先骗哥哥，把长子名分骗到手。哥哥一想，哎呀，我就要昏了，我都要晕了，我都累晕了。你说那长子名分有什么用？行，你就给我喝吧，我把长子名分让给你吧。从此以后，我管你叫哥，你管我叫弟吧。他俩双胞胎是不是？就前后的，但你嫂就是老大，雅各就是老二，所以老二抓住了，把什么抓住了？长子名分抓住了。好，紧接着。那一天，利百家就听见以撒跟以扫说：“赶紧拿这些器械上山去打野味，打完野味回来给我做成美味，拿来我吃了喝了，我好给你祝福。”以扫一听这事好啊，赶紧去打野味，打野味之后回来了再给我祝福，这叫立功之法，是不是立功之法？是。打完野味才给祝福，不打野味不给祝福，是不是？是。但雅各呢，今天不用，他有了长子的名分，那就一定能得到祝福。利百家听见这件事情，告诉雅各说：“你去上羊圈，挑两只肥羊羔，我给你做成美味，你带到你父亲那，叫他给你祝福。”这个是利百家的祝福，是不是啊？拿羊羔，羊羔是家里的，是不是啊？羊羔预表着基督，今天我们唯独献上主耶稣基督才能讨父神的喜悦，对不对？献上那个从神生的才能讨父神的喜悦。最后呢，雅各就把羊羔做就带到母亲面前，杀了宰了带到母亲面前，母亲给他做成美味，把羊皮就粘在手和胳膊上，脖子上粘在羊皮的有毛啊，就为了充当他哥哥，把他哥哥的那个袍给他穿上，他穿的大呀，他
他哥哥比他大，所以他穿上去，所以在外面你说话的声音就跟以扫一不一样啊，不一样的。雅各像个小女孩，一说话的声音就女孩的声音。爸爸，我是以扫，我给你做成美味，你吃了好给我祝福。不对呀，我听你的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你快过来，来过来，孩子过来，让我摸摸你。你说这个以撒到年老的时候眼瞎了，眼睛模糊看不见了，就全凭感觉。今天有多少人全凭感觉啊？啊，凭感觉对不对？不对。他就摸，哎呀，摸对了，这脖子上有毛，摸的身体呢，胳膊呢，都是以撒，但听声音呢是雅各的声音。完了之后呢，一看他身体。穿上王袍，穿上袍了，一闻那个馨香的气息散发出来，因此他就感动，就开始给雅各祝福了。雅各祝完福了，就走了。长子得到祝福也得到，等他哥哥再回来，有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哥哥生不生气？生气，嚎啕大哭啊！是不是？嚎啕大哭。也没有用了，长子的名分卖了，用一碗红豆汤就卖了。今天犹大用使徒的名分卖没卖？用30块钱就把耶稣基督给卖了，对不对？卖了。那么你看，雅各最后呢，以扫就对雅各产生了杀机，要动了杀机了。最后他妈妈和以撒就告诉他，赶紧逃到你舅舅拉班家。是不是啊？他就逃到舅舅拉班家，逃到舅舅拉班家，舅家里头有几个女人？两个，四个，四个，都被他骗了。最后还一群羊，他舅舅说：“凡长半点都归你，不长半点归我。”好，我叫你说长半点都归我。他就用一种方法，在那河流里头，在那河里头。把那个树扒了皮，插在那，倒插在那个河流里，就开始，所有的都有半点，剩下的羊羔都有半点。最后呢，雅各在拉班家就成了大户了，拉班的羊都变成他的，他想了想呀，要逃跑，逃了几次没逃了，最后逃跑，是不是啊？按人说，雅各骗，以扫顺服，是不是啊？雅各竟一骗，骗完了哥哥，骗爸爸，骗完了爸爸，骗舅舅，骗完了舅舅跑哑巴渡口去，跟神的使者进行摔跤。按人说谁好？以扫。但耶和华爱定了雅各，不管他生出来，他善恶做出来什么好坏，但不是按照这个善恶拣选人的。双子还没有生下，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神拣选人跟人做出这个行为，肉体做出的行为有没有关系？没有，不关的，一点都不关，是不是？神爱谁，他就爱谁，不好他也说好；神不爱谁，就不爱谁，好他也说不好。这就是神，神爱定的。神拣选我们这群人，你看哪个好？神现在拣选我们这群人，哪个是科学家举手来？来举手，文学家的举手来，微生物学家的、地理学家的、天文学家的举手来，一个也没有啊？欠50亿的举手来，欠50亿，你家里没50亿，欠1亿的举手来。欠500万的、5000万的举手来，5000万也没有啊，没有啊。欠1000万的举手来，没有啊。欠500万的举手来，没有啊。100万的举手来，都没有，是不是啊？神拣选没有的，就是为了废掉那有的，对不对？神拣选卑贱的，废掉那个尊贵的；神拣选这些无知的，就废掉那自以为有智慧。神就拣选我们这群人，神就说我们好，我们就是那雅各，就是那末代的那雅各，
我们就是最后呢，上帝在末后时期拣选的这群属神的儿女，对不对？他早就知道了我们，所以他在双子们生下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什么时候被拣选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你生没生出来？没有。没生出来。善恶做没做出来？没有。没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就够你吃一辈子的。只因要神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跟人的行为生出来之后做出来的行为没关系。所以呢，你赎罪不能赎这个罪，要赎什么罪呢？什么罪？挪亚当，记不记住？前约挪亚当给你赎的罪，这罪是致命的罪，把那罪赎掉了，不在乎你的行为了。好，咱们看罗哥林多后书，以后第五章第十九节，找到吗？林后第五章十九节，找到没？找到。这个地方很关键，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看这段经文，说这就是神在哪里与自己和好的，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基督里，神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只要你就克制条件，神就跟你和好。神要在哪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神要住在基督里，是不是啊？是。你也要住在基督里，那么神。人和好的居所是基督里，不在基督以外，在亚当里不能和好，在肉体里不能和好。神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去与世人和好，也就是基督里是神和人和好洽谈的一个地方，立约的地方。你必须在基督耶稣里，他才能够与你和好。你必须旧约人必须进到方舟里，神才与你和好。你在外面你自己立功的话行不行？不行。你使劲立功做点好事，能不能讨神喜悦？所以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何为神的？神喜悦什么？神喜悦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在哪里？基督耶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不将他们的过犯。你有没有过犯？有没有过犯？不归了，不归罪给你，不归过犯给你，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是你们的过犯不归给你，只要你在基督耶稣里，像雅各那样过犯不归了。雅各是生出前做出善恶，生出以后，生出以后是不是？神爱雅各是在未出生以前就爱了，不是在出生以后做什么好事爱了。神告诉我，拣选人是在他未出生的时候就拣选的。雅各还在母腹的肚子里，以扫在母腹肚里，他俩没做出善恶的，神就断定我爱雅各，不以扫。一个爱，一个物，在这里念物啊，不要念两个。物是什么意思呢？厌，讨厌的意思，恨恶，烦恶，是不是啊？真物，我爱雅各，我顾谁呀、啊？以扫。我恨恶他，我不要他，不在乎他做出善恶，是不是、啊？不在乎这两个人做出善恶，我就爱雅各，我就不以扫，这是我的主权。听没听明白？跟你生出来做出善恶一点关系都没有，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得神拣选人的旨意，这就是旨意。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能进去，是不是？是。神的拣选人的旨意是什么？
不在乎人的心，记没记住？他不在乎的，你在不在乎？在在在，也不在。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洗净了人的罪，不是洗你今天你出生以后做出善恶，因为上帝说，我拣选人跟这个行为没关系，我洗的是老亚当那个，给你们，是不是？给你带来这个罪。这个罪是致命的罪，是违约的罪，所以我洗净了那个罪，就坐在高天执大者的右边，我被定罪。我现在这罪已经定了，听没听明白？定罪是按信不信来定的，不是按我做出的善恶来定的，听没听懂？听懂了，是不是？我今天全世界的人被定罪，都因为亚当的一次过犯，这一次过犯必须解决，解决完了之后呢，你就是小雅各，你是不是雅各？你是上帝所爱的雅各，你不是上帝所顾虑的以扫。以扫做的再好，立功之马；雅各做的不好，信徒之马。就显明神拣选人的使命跟人自己那个行为没关系。只要你在基督耶稣里，神就说了，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是你的过犯也不归给你了。往下看，还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再往下看。零后的第五章，神说，并且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是一个和好的道理，什么和好的道理？只要你带进入耶稣里，就与神和好了，不将你的过犯归到你的身上，就跟你立这么个约，行不行？不纪念你的罪行和你的过犯，不纠缠你的罪了，不将你的过犯归到你的身上，有罪，许多过犯也被称义了。是不是啊？不定罪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不用记，不用记，好不好？这不用死记硬背，不信咱就试试看，看咱俩谁记的经文多。我不用记，我就能知道，因为我信基督啊。你跟你妈妈，我得记住我妈妈长什么样，不用记。我记我爸爸长得什么样，不用记，因为你跟你爸爸妈妈之间。那种关系是一种连带关系，是不是血统连带关系？不用记，谁是你爸，谁是你妈，你清清楚楚。这句话是我爸爸说的，是天上爸爸说的，说神，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和好条件必须在基督里，不是他做什么事儿的，什么事儿没有做，只要在基督耶稣里就与你和好，好不好？好，这就是神人和好的条件，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好不好？好，神就这么说的，你就这么信就得着了，信是得着的，就没得着；没信得着的就没得着。天国的奥秘，世上奥秘是我拿到了算得着，但天国的奥秘是信是得着就没得着，信得着就得着。属灵的是信是得着就没得着，属肉体的是拿着这个物质，这拿着这个东西的我才。得着，听没听明白？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没信得着，就没得着。就按照你的信叫你得着，按照你的不信叫你得不着。为什么有人得着，有人没得着？同样听到的，有人听明白，有的人就听不明白。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你没信。你若信了这句话，不信你来考考我来。你不信考考我来，我在上面。你在下面你考我，你说讲什么题目，我就讲什么题目，不用，我不用在那使劲儿熬着一夜啊，累得够呛，不用。你可不可以做一个证实？到末后的时候，在后几天的时候，给你们留下提问题的时间，圣经疑难问题解答的时间，好不好？你们有这个时间，你今天听到，你今天看圣经，你把疑难问题全部把它搜集起来，是不是啊？记住，到那天的时候，我来给你解答。不是我在解答，是主的灵在解答。我要解答的，我会张口结舌的；主的灵要解答，就不会张口结舌。目前我还没遇见一个人，一下就把我嘴给塞住了，堵住了，没有一个人，包括网络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不依靠自己的智慧。
我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我依靠的是耶和华的灵，他能告诉我当走的话，他赐给我当说的话，所以呢我就不能张口结舌，是不是？我都对那些有一些个传假道的人我都这么说，你可以找个地方咱俩对证，看你讲的对我讲的对，找一些弟兄姊妹通圣经经常看圣经的弟兄姊妹到一个地方讲传道人出来跟我俩对战试试看，我一个对他们十个或者上千个，原因是因为我为什么不惧怕，原因就是因为圣灵在我心里坐，他是我的后盾，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后盾。我上青岛那个地方那一个牧师拿着圣经就腿也颤抖，是圣经也跟着颤抖，翻一页翻了半天没翻过来，眼睛都不敢抬头看我一眼，好几个人去跟我交通，最后呢以失败而告终。问他的问题，他问我的问题我都答了他，我问他问题答不了，原因是因为什么，他们那心没在圣经里，不在圣经里，圣灵也不在他里，所以他就想当牧师，当来当去最后呢当了什么牧师，没有神同在的牧师，净传假道，净传那些谬误。洗罪呢，我今天讲的洗的是谁的罪，前一个老亚当，他耶稣赎什么罪你就洗什么罪，对不 对？但他洗的是什么罪，就这样。我说你能找到圣经依据吗，没找到。我说我能给你找到，洗的不是肉体的过犯，只要你把那罪解决，在基督里与世人和好，神就不将你的过犯归到你身，是不是神说的？就不归给你，不归罪给你，不算罪，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是不是？亚伯拉罕好还是约伯好？按行为来说谁好？在圣经给证明亚伯拉罕行为不好，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成义就有可夸，只是在神面前并不可，是不是？罗马书四章就证明亚伯拉罕行为不好。那么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证明乌斯地有一个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证明约伯好，是不是？是。明天再讲。亲爱的天父救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道赐给了我。今天你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借着信心与神和好的人。我们不是借着立功之法，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就是本乎恩典，也是信主，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今天神就不叫我们自夸，自夸叫我们完全的仰望你的恩典，叫我们完全在信心上建立章程，求你来带领你自己的教会，将这个教会交在你大能的手中，将这里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在这里做复兴的工作，使他们的心灵得以复兴，使他们的人数得以加增，使他们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增，使这里的弟兄姊妹能够站起来，也为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这一次的讲道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主你除去魔鬼一切的拦阻，使弟兄姊妹都能静静的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话，把一切撒旦魔鬼的搅扰都从教会中带出去，使众儿女都能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成为你的精兵，成为战士，成为这个世代传讲天国福音的使者，求你来帮助。